阿公阿嬷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嘿、hey, ，我们是快乐伙伴。我是谁？小圆。嘿我是小圆小丑。好高兴，今天我们又来到乐活这边，在座的阿公阿嬷呢，来共度欢乐这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活动。你知道下个礼拜是什么节吗？母亲节。母亲节啊，你是当妈妈？相信在座的人都是当妈妈也有当爸爸，希望在今年母亲节能够带给大家欢乐。我们小丑呢和我们快乐爱心工队也能够把我们欢乐带给大家，好不好？哇，你觉得我这样子洒不洒脱？潇不潇洒？可不可爱？哇，不只是我很可爱呢，我们快乐伙伴也会带给大家所有人可爱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到我们的快乐伙伴一起来跳这个潇洒走一回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。